去哪里？我要到这个潮州最有名的这个游乐区。上集播出，侯汉生、贾静雯在屏东万峦街头获得挺进潮州的机会。来到了潮州某知名森林游乐区，两位主持人住进了露营地的帐篷，畅谈有关便秘的趣事，然后睡起了大觉。至于被放逐到台北市华西街的倒霉鬼罗志祥和宇文，茫茫然的四处游荡之后，他们找上了一个小男生。你要去哪里？我要回家。回哪里的家？家。我们大理街。大理街就在前面嘛。大理街位于华西街不远处，三人步行30分钟之后，来到了小男生的家呀。罗志祥、何宇文获得了屋主的同意，共睡在小男生哥哥的房间，度过了一个不安宁的夜晚。由于前几天太过劳累，身心俱疲的两位主持人，直到中午11点钟才告别屋主，外出找人呐。新的一天的开始，两人接获节目制作总部不准询问路人南下北上的最新规定。新规定虽然困扰了他们，不过何宇文倒是完成了一项史上无人能及的任务呀。在层层的阻挡之下，他竟然能够跟宪兵站在一起5秒钟。通过考验之后，两人随即好运上身啦。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新竹。新竹的哪里？科学园区。好，新竹科学园区位于南下50公里处，罗志祥、何宇文重燃生机，再度奋起。而屏东潮州这一头的欧汉生、贾静雯，可能是胜利在望、心情松懈的关系呀，两人睡到了日正当中才起床。起床之后，他们同样接获节目制作总部有关不得询问路人南下北上的新规定。受到新规定的压力，侯汉生、贾静雯迟迟不敢找人呐，反而是获上了两只精灵古怪的猴子，以及智商超高的猩猩。玩乐结束之后，他们找上了一对情侣。你要去哪里？我要去万金天主教堂。万金天主教堂位于潮州东北方7公里处，两人略为后退一步，来到正在重新整修的国宝级教堂。侯汉生在圣母玛利亚的面前许下了一个深藏已久的浪漫心愿，接着他们展开了工作。你要去哪里？鲤鱼山。鲤鱼山也就是所谓的泥火山。侯汉生、贾静雯仍然滞留在屏东北部呀。至于抵达新竹科学园区的罗志祥和宇文，结束了日行一善的洗车工作之后，眼前的这对小情侣会是他们的贵人吗？好的，西滨的话离这边不远，但是可以往前面走几步玩一下哦。应该是可以的。好，请问你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南寮渔港。你是在哪趴的？南寮渔港位于新竹西海岸上，罗志祥、何宇文暂时无法脱离新竹范围喽。再来看看抵达屏东万丹乡泥火山的欧汉生、贾静雯，是哪里啊？是哪里啊？你们要把我们带去哪里？啊、好恐怖哦！泥火山，完蛋的泥火山啊！完蛋的泥火山啊！什么叫完蛋的泥火山？完蛋？怎么会完蛋？其实是你，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啊。嘿，你好。哦，一家人啊。嘿，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嘉义泥火山哦。哎，对。嘿嘿。你要去后园哦，你开到那去三楼。啊？三楼啦。三楼。三楼就是今麦乌桕的总管。嗯哼。啊，你什么路标哦？哎，有有。哇，这真好哦。哇，你这哦，哇，你今天我到了一家人哦。嗯，对。从伫咧世界吼，咱台湾上好用。我提示我。哦，你可以跨咱咱再来呀。哦。哦，谢谢哈。我听不懂哎。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最有钱的什么？他就是说哈。我们会拿到10万块就对了。哦，真的吗？简单一句话，简单明了，赞。可以走过去吗？不行。飞下去吗？哇，这就是很
对，那应该是那个喷泥喷出来的那个泥浆吧，就干掉。泥火山。所以这是火山泥咯。可以来敷脸咯。是这里吗？啊，那边有一个缝，有没有？你们看到？没有。然后呢？那边呢，就可能会喷火啊。对啊，有岩浆会跑出来啊。好恐怖哦，这就是地底啊产生的热气。哇。你知道吗？废话，很恐怖哎。泥火山海拔仅仅29公尺，曾经是全台湾喷发规模最大、最活跃的火山呐、啊。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是它的喷发起因，喷发的时候火光闪闪，伴随着隆隆的声响，形势极为吓人哦。好可怜哦，哇，这样好给呢，我看蛮。这样不能种田。哎，好酷哦，好酷哦！就是在那种有没有星际大战或什么里面，还可以看到那种泥浆，有没有？哦，像趴在就是那种干掉泥浆上面呢。哦，那会不会有火喷出来啊？我就是在想啊，不过喷出来了，喷出来了，火喷出来。位置不对，人家的岩头在这里。有这个角度刚好。对。笑哎！哎，突然想起来一个故事。你看，哇，冰河泥耶，来敷脸。摸不到。来敷脸，真的吗？哎，敷脸，敷脸，不是敷脸吗？哎，试一下。哎，要不要敷脸？哎，先生，我觉得你可能可以试试看。你要敷我、哦？对啊，哎呀，不要啦，不要敷我啦。这敷上去之后呢，有美白的效果，来看看。真的、哦？真的帮我敷下去了。这也敷我吗？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啦。不要紧。万佛朝宗。阿弟哦，阿弟起下。啊？黑啊呀！都有黑啊，看无呢。下去就有了。下去看看，哎，小姐姐啊，我是来看你起几下鬼呢？哎，怎么样？怎么样？踏着夕阳的脚步，我们走在山间的小路。哎呦，还押韵哦！我感受到，我看到，有一只虾子死掉了。哎，真的耶！你看，死很久哦。我跟你说好，有没有人？那我们今天就住庙里面了。哎，对啊，去跟那个庙公聊一聊好了。说着说着，两位主持人就来到了泥火山旁边的庙拜拜，祈求神明保佑他们早日抵达目的地鹅銮鼻灯塔。很美，很绿，很安静，很恐怖。怎么办？还有默契啊！哎，大家真是。这么有默契，许愿。你上次谈恋爱？哎，不好意思。嗨。嗨。兄妹。情侣档啊，知道。情侣。哎，你们来这边，希望能够祈求佛祖保佑身体健康，早生贵子。万事如意吗？恭喜发财。结婚了吗？还没有。快了哦。没有。也还没有。没打算。哎，念书。那你要加油一点哦。小心哦。小心什么？哎，我们开始问重点。来这边玩。对，这边玩。你们是哪里人？我是本地人。Excuse me. Sorry. And Merry Christmas. And 什么啦 ？And well, we will show. 你们这边玩完之后，有要去玩，就是。你要在游玩吗？还是说你们要回去工作，还是要回家？我们要再去下一个目的地玩。你要去山边还是靠海？靠海。靠海吗？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听到佛祖跟他们讲说？靠海吗？靠海。靠海吗？管得很宽哦。还好啦，直接问的啦。因为靠爸爸。好吧。靠爸爸是什么意思？靠边。不能说。好。你要去哪里？我们要去林边采莲蜜。这一下大有进展喽！
临边是以海产以及莲雾闻名的地方，距离目的地鹅銮鼻灯塔剩下58公里呀、啊！欧汉神贾静雯再度向成功迈进一步喽！对，这个都没啊，好，我来点炮啊！你干嘛台湾的家庭要做那两个地少，我唔知你讲讲黄英泰无咧，你做这两个做足少啊？好，谢谢，再见。在泥火山庙宫的祝福之下，两位主持人出发前往临边了。而在此同时内，罗志祥、何韵文抵达了南寮渔港。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哦，哎，少年人听这歌，吼、哦。哇！你怎么了？你这谁啊？什么状况？你在兴奋什么？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奔放的年轻男女。对啊，这是干嘛？哎，然后我。而且他的袜子，让我感觉。很突然，没有一个起承转合，你知道吗？对，好像把他女朋友甩开的感觉，我真的很怕把他女朋友甩掉。哎，卖出山了，哎，卖力啊，哎，卖力了，哎，一起来这边冲一下。没有，我带女朋友来这里看海。那你刚刚干嘛要突然抱他嘞？没有，太高兴了，真的、哦，来亲一下，亲一下。你都敢抱了，你还不敢亲？亲一下啦，哎，给我们看一下恩爱的那种。不然，等下被父母看到怎么办？哎，你都敢抱了这样子的父母？哎，你牙齿为什么那么红？没刷牙？哎，不要这样讲人家。我知道他有擦口红，人家猩红的啦。他让人家咬舌头。好啦，那谢谢你们呢。不打扰你们了。小心哦，哈，不要自己这样跳下去，不要吵架跳下去。好，小情侣。好，哎，灯塔哎，哎，这里有灯塔。对啊，没想到有海港的地方都有灯塔。啊，这里要水虾啦。哎呦，嘿。啊，你到我们这去。我。你要去种蔬菜不？我种的。种的哦，哇。都给啥关系？三个县市的，三个县市哟，还是要按我讲的，这是要求跟台，嘿，你怎样？安尼哦，安尼要过去，咱10万块5万对分了，哦，视金钱如粪土哎，安尼好啦吼，好安尼爱看这部，好爱看这部。我们在把黄姜啊下，真正哦，好，我们看目台哦，吼。哦。这个是痴情男女，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观众朋友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在一个海边有一对情侣，他们好像哎对，在那个新店那边，对，接吻。对。然后我被你赏了2巴掌，哇。对。喂，你干嘛？好恶心的表情，让我觉得你刚刚怎么这样啊？我在跟他玩，哎，刘伟的瞬间，你是在看你这种表情的，你真无聊哎。你真想交男朋友哦？很想交吗？多想交，你可以跟我形容一下，你多想交男朋友？怎么想啊？有没有男人会怎么样啊？不会，我会很无辜。干嘛要这样？男人是可以给你这样什么样的想？没有啊，就是那种温柔追求感受啊，然后会打话关心你啊，然后情人节会送你花啊、巧克力啊。真的吗？对啊。他吗？他有说要送，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喂喂，进来！你逃逸什么？你是男子汉哎！尤其情人节刚过。329青年节也快到了，扫墓节也快到了，青年节也快到了。对啊对啊对啊！我看到一对亲密的情侣，我真忍不住啊！哎呀，你怎么了？哎，你干嘛呀？你跟我打人啊？这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这个，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们的招牌啊！
干嘛这样打人家呢？不会痛吗？这样打不对啦，哎。哎，那怎么要怎么打？不对。南寮渔港的热恋男女勾起了何宇文的无限春意呀，两位主持人眼不见为净的来到了渔港旁边的海产中心。这些男人这哎别往这往这死掉了！来来来，拿回去。哇，来，你干嘛那么怕螃蟹啊？那你无聊哎。哦，那你就不无聊？你骚扰我就你就不无聊。走！来啊！我死掉！大家去死啊！来啊！啊！你给我用讲解，你看，不要动，你看，就这个姿势，你看我用那个姿势，你在撸什么？你干什么？你在像撸。你阿鲁巴？不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走路很喜欢这样跟人家这样挤啊，然后。你挤，不要这样挤吧。这边跟哦，这个尖尖很不错，要不要夹在那边撸一撸？没有，那边热热的比较舒服啊。妈妈笑什么啦？笑开心。这么可爱啦！啊，谢谢。你看，他觉得我节目哦，他觉得我这样抱着你很开心啊。谢谢谢谢。你都不要不要来了，哎，我是原住民。你的妈妈，你是原住民吗？没有，我是阿里巴巴恐怖满族。阿里巴巴不能族，我是阿里斯必须阿米族。阿里不让不让。阿帅族，我还有感谢族。感谢主都在教堂里面。来，不要跟我屁股走，你在我后面走就可以了。不管像你女儿，笑爆哎！他屁股很黑哦，妈妈，你跟他屁股后面走，你会后悔哦。哎，我屁股漂白了。哎，这边有警察哎，可以帮我问一些况下。没有鱼耶，这里有。嗯，没有啊。把那两个话题都放回去。对不起，他就是这样爱开玩笑，他常整我，我。哪？你们？我们在拍戏吧。台式少年兵团，你要去哪里？那个单元有没有看过？拜托了，不好意思，妈妈，我叫你看一下。他刚刚这样真的吓到我了。很跟他忏悔了。小猪，过来，你给我叫他跪下，叫他跪下干嘛？小猪，你叫小猪干嘛？我在想，你给我过来，你把人家妈妈弄不高兴了。是妈妈，搞不好人家就上去有乱逼的。小姐，不好意思啊，不要走啦，拜托啦。好了，没关系啊。你给我跪下。你只是为了效果嘛，对不对？可是你真的把我吓到。真的假的？对啊，我刚刚在想事情啊，我就走，突然间这么大声，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先不要往前走，我们聊聊天嘛。对，我现在赶时间呢。你愿意接受我的歉意吗？我现在还要到南部。等一下，他说要去南部哎，那我们就直接问他好了，好不好？哎，我们很快。你要去哪里啊？你管我要去哪里？你们不要这样子嘛，打开那拍到底，要拍到底的你。金甲拍到底，金甲拍到底。你想去？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我要去大甲。大甲？靠近哪里呢？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哟！大甲位于台中县北端，从新竹到大甲，你一下子就跳过了75公里呀。只不过这位被罗志祥吓到的女士会愿意带他们去吗？我们就往前一大步嘞。对啊，哎呀，
谢谢你，谢谢你小姐，好不好？谢谢你小姐。那你们快点啊，跟快点啊，快点，快点啊！等那么久，赶快去啊，赶快去，要不然跑掉，快！你口气要好一点哦，这胖猴子跟你走，跟你走还看脸色，讨厌。我看你，喂，快说，我的酒驾，我的酒驾了，我的酒驾，我的酒驾了。啊！他给他关门呢！哎呦！我你我你，你是干嘛？小姐不爽了，快点啊！快点啊！小姐不爽了呢！烫头发用的，有礼貌。嗯。没带你啊！没带你，你哪里摸你摸的？我不是，哎哎哎！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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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够啊！啊！我没够啊！鬼门啊，鬼门啊！你看，他吃软不吃硬。我留给你听下，听我两包喂。我跟你讲，哎，哪个好嘛？他都给你了嘞。哦，蛋蛋蛋。哦。就这样，罗志祥和永文搭车前去台中大甲了。再来看看已经抵达屏东林边的欧汉生贾静雯。哇！椰子，椰子，天黑了，林边采莲雾嘛，对不对？那我下次看到椰子，可以采椰子吗？椰子，可以吗？这是别人家的哦，椰子，你们家的？我亲戚开的。你亲戚？亲戚这么有钱哦？哇，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莲雾公主啊！莲雾公主，莲雾公主带我们去采莲雾。哎，你好。哦哦，你们也，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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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莲雾？莲雾啦，莲雾。莲雾啊，不是莲雾。莲雾啦，丢啦。你看我多草根性啊，像你。有一个姓莲的，他老婆叫莲雾。林边靠海，土壤含有大量的盐汁，所产的莲雾风味独特，香甜多汁呀。平常我们所俗称的黑珍珠，指的就是林边的莲雾哟。莲雾里面，就整个里面，莲雾，好多莲雾哦！哇，天哪！为什么？不是浪费。对呀、啊。来，来看小红花蕊。哎，那个是什么？树叶吗？哪一个？为什么粘在墙面上了？然后你们那个吗？对呀、啊。我告诉你，那个错，正确是福寿螺。真的假的？福寿螺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呢，晚上会呱啦。乱讲，真的啦！乱讲，福寿螺是会叫的。等一下，对不起，福寿螺不能摸，对不对？不能，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福寿螺可以吃，那是它的蛋。对，好吃吗？是红色的、哦，那拿起来它会怎样？它会叫，会破掉、啊。对，骗人。对，它会叫，然后抓起来有没有？二十八天会留一次。来，抓进来，哎、欸。还要用什么应用型的？是这样。哇，这边去！他现在增加，他万就中啊！阿伯，哇哇，你的礼物真水呢！来，干杯阿伯啊！黑珍珠啊，黑珍珠哦，黑珍珠吗？是黑珍珠，为什么要叫黑珍珠？因为它很黑，叫黑呀，很黑哦。那跟普通的莲雾有什么不一样？它比较难栽培吗？哎，那再放一下。哦，啊，这个摘起来可以出了，没关系。哦，直接摘起来。它没有农药吗？没有没有，就直接这个可以。真的哦，可以摘一串吗？小红啊，你拔起来。哇！哇！这么水。哦，这个可以拿回去当有红的头。哇！安诺。好，第39届莲雾公主选美大赛。哇，好水耶！来吃一个。没啦，你唔敢食咩啦？那个可以吃了，我都买两年啦，我哪买得着？我能买起来啊，女人。哇，安尼特工吃咧，皮肤真赞的哇！一买就对，这只四只仔哦，阿扎，阿扎你去买个，来遐遐不是阿扎，遐有下一只虎皮，对啦。哇，你有吃过像加了糖的莲雾吗？我这另果个好，嗯，另果。哇，这莲雾个好吃啊！哇，哇，好好吃哦。哇，这一整片都是你们家的。哎哎。你有没有儿子？
我就是。两个男。我有一个问题啦，我可以我不会讲那个台语的吗？我帮你讲啊，那我对啦。啊，用的意思是讲吼，嘿，啊，敢袂使让咱免免钱的啦？无可能呢。哈哈哈哈哈哈！吃好啊，吃就好啊，你唔减加八面。是啊，在路上长途跋涉，现在是乘客啦，好不好？现在乘客啦。不要乘客啦，乘客啦。没啦，加好啦，加啦。加我啦。你让我乘客啊？我踩吼。我随便踩吼。好，你随便踩哈。还要踩？哎，拿着。来。这个左手要放在下面哦。左手。这样哦。哎，这样哦。嗯。哎。好。哦。哎，去。哦。是，我可不可以来这边帮你们卖莲雾？是，哎塞，哇，你来卖，生意我赚的哇！我拿去那边天气包赚呢。对呀，来，阿爸，来米粉要搞了哦。哈哈哈哈哈！唔免人家讲你就好啊啦。啊，用不食饭。哈哈哈哈哈！哎妈，你好，你食到这赚牛肉，真功力啊！哇，好漂亮哦。有够水的玉红啊！哎，啊，你视频上班念不？今仔讲来，我真看半天，我视频上班。哎妈，下班直播了。我跟你翻译一下。我听得懂。我要去练一下，去练一练再来。阿公嘞，有红龙无食饭啦。对啦，拢食点补啊，无啦，没有力气。好，多谢，谢谢。谢谢。给咱陪护大家，大家注意啊，吼。你讲唔好慢，我是用你讲笑。好，我知啦。你讲笑，我大风嘞，我知啦。多谢你吼。林边农家的淳朴热情，让习惯于都市生活的后汉生贾静雯感到无比的亲切呀。手里捧着莲雾，内心洋溢着温暖。正当他们沉醉在这个乡村野趣之时内，罗志祥和玉文正遭受这位保险业务员的推销攻势啊！你就留一些资料给我。干嘛要留资料？我跟你讲，做一些人生规划。规划。我需要做一些。我跟你讲，你们这样子。又是上山又是在海边的，蛮危险的呢。对啊。那到山上，我不小心摔到山底下去。哎呦！喂！现在你跟我摔到山底下去，你笑哎呦！呸！是难免的嘛。你到海边，如果说车子开到水里面去了，对。人有太欺负我，跟你讲，真的留一点资料给我。你们这样烦我烦了半天了，你们留个资料给我有什么关系呢？不是我们不需要这个啊，我们都很健康啊。对啊，我也没有生病，我只是急性肠胃炎而已。女保险业务员软硬兼施 ，CC 两位功夫，哎呀，令两位主持人难以招架呀。现在外面天色逐渐昏暗了。林边这头的欧汉生贾静雯，赶紧把握时间开始找人。哎，那个。今晚是要出去哦，没有要出去耍哦。烂是我们，您今晚要出去哦，去耍还是去做工课？要来花家鸡。啊？要买物件？什么东西啊？想买东西，你要买东西哦。可以加油啊！哦。应该是还是老雷的所在嘛？哎，老雷所在哦。哎，我跟你讲了，我们要赶快去一个热闹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就去看到不是盐雾就是椰子，盐雾就椰子。你看我现在已经提着那个脚腕大神。那我们就。上车吧，就直接不用问。真的、哦？你要去哪里？东港华侨市。什么什么？东港华侨市。东港，等一下，东港。东港，好。这一下可又好事多磨喽。东港位于林边上方7公里，算是向后倒退了一步。不过东港人多热闹，比较有机会碰到会去垦丁或者鹅銮鼻的人哦。1、2、3。哎呀，好帅啊！好，哦，好痛！跳，直接跳哦！好，来，直接喂！哎，哥，哦，娘，多强哦！谢谢大家的莲雾，谢谢，拜拜，好吃莲雾啊！在林边相亲。
尽的欢笑道别声中，欧汉生贾静雯前去东港了。30分钟之后，他们抵达了东港的华侨市场。这里啊，好热闹，没有办法讲话，爱吃人下场。刚刚哦，我们这样坐一坐。你要去哪里？哎，对对对对。哎，突然有人丢一包东西上来给我们吃，好吃哦。东港著名的鱼油嘞。哎，陈美凤又来捧场。没有，陈美凤又来哦。从干妈又来哦。我们姐姐很久没有见面了。对哦，真的真的。对，我们已经老认识了。东港华侨市场走一遭，举目所见竟是即将打烊的摊贩呐，实在看不出来有任何会去鹅銮鼻的可疑人物。失望之余，两位主持人左近做起了好事来喽。有这样的卖菜方式，恐怕不是帮忙，而是帮倒忙了哦。不过，显然这群市场欧巴桑是丝毫不以为意的。结束了卖菜初体验之后，欧汉生贾静雯选中了一摊小吃，开怀的吃起晚餐来啦。我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怎么说？来，咬一口对不对？来来来来来。不要跟他等级不来，快补约。东港华侨市场的美味小吃，填饱了他们饥饿的肚子，消除了他们旅途的劳累呀。这一路走来已经是第4天了，而目的地就在不远处。欧汉神贾静雯能够一鼓作气挺进58公里之外的鹅銮鼻吗？哎，不好意思，哎，师傅，你们刚刚买完菜吗？你们本地人吗？不是，啊来来来，不是本地人，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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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本地人，是哪里人？凤凰港。啊，凤凰港。风港，风港，哇，你好酷哦！风港，谢谢您，风港。他跟宇文一直唱不屑舞。哪里人？大风港。喂。林边嘛。林边。风港。好。哇，很接近呢。往前迈进哦。好，是不是要回家？没错。好，就还要说说什么呢？对呀、啊，好，谢谢你们，谢谢。喂，你又问错题了。不要问错。你要去哪里？风港。哎，风港，阿、啊、达。
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啦！凤岗距离鹅銮鼻灯塔仅仅剩下34公里，这是4天以来双方人马最接近目的地的一次啦！后海镇贾静雯加油吧！再来看看来到台中大甲镇澜宫的罗志祥跟何玉文吧。好美丽的画灯哦，好可爱哦，而且他写冰清玉洁，跟我本人根本就一样呢。哎呦，哇，你看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这是妈祖吗？对啊，拜拜拜拜。招风耳跟千里眼，你看看。哇，哎，你记不记得上次啊，我们在另外一个蚌壳，哎，小牛小马，你早上还跳过蚌壳哎。对啊，这里有蚌壳，蚌壳应该会为我们带来好运吧。两位主持人所在的大甲镇澜宫，从创建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清雍正年间，福建人林永新奉祭湄洲妈祖于自家厅堂，后因慕名而来的信徒很多哟，经大甲士绅筹资扩建，才有今天镇澜宫的规模。镇澜宫每年农历3月23日所举办的8天7夜妈祖绕境进香活动，是全国最大的宗教活动。上回在台南鹿耳门天后宫，罗志祥、何宇文以舞狮表演表达诚心，最后他们也赢得了胜利。而这一次，两位主持人会用什么方式来打动妈祖呢？好，观众朋友呢一定非常期待，我们要带什么样的表演给妈祖看呢？嘿嘿嘿嘿 ，Go！ 几个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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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左，哎，左右左，啊，蹦起个蛋，啊，蹦起个蛋，啊，蹦起个蛋，你够，你够，你可不可以换别的招式啊？不就这两个招式吗？你刚刚，啊，你刚还跳得蛮起劲的啊，哦。对啊，好好玩，再一次。好，哎，蹦起个蛋，你再蹦起个蛋，啊，蹦起个蛋，不，哎，蹦起个蛋，你在蹦什么啊？你教我蹦的。那我蹦起个蛋，你要蹦。那是什么？蹦这个吧，这个蹦蹦蹦。哦，哎，蹦这个吧，怎么又进去蹦？你这样妈祖会不开心呐，啊。跳不好，哦，对调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拿着拿着。好，来。啊！拿什么？要带啊！要逗妈祖开心，就一定要带。对啊。1 2 3 4，蹦蹦这个吧，这个蹦。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没有舞蹈细胞，请你原谅我，但是我的心意是很诚意的，你知道吗？如此爆笑的酬神表演能够让妈祖开心，保佑他们率先抵达目的地吗？哎呀，我们拭目以待吧。今天看古董了，哇，你母亲那么年轻啊！哦，我是不错了，我是妇女。哎，啊，你是不要这样子啦，她是你母亲，她是你小孩啊。是啊。哇，这个哇，西装笔挺的，看起来真斯文啊。哎呀，你们是来这边参观的对不对？哦，我们是来镇澜宫参拜妈祖。哦，说的是嘞。哦。啊，现在。我们参拜完了。参观一下，参观一下，等一下到夜市去逛一逛。夜市去逛一逛，很近吗？那夜市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一下啦，因为人那边更多，好不好？
好，好，请问，请问你要去哪里？我们要去逛夜市。好，我们跟你去好不好？欢迎。好，走，继续走，走。好的。大甲夜市就在镇澜宫的隔壁，罗志祥和宇文会在这里碰上更好的机会吗？谢谢。哎，好好逛哦。哎，你好，漂亮哦，谢谢。哎，水果哎，好棒哦！你超喜欢吃水果的。那，哎，老板，这可以试试一下好不好？真的，谢谢。吃水果很漂亮。哎，这个大是碗小鸭，这个也不一样啊。原物为什么？哎呀，快点归纳哦！我第一次看到狗会吓我的。你跟他理论一下。小白，小白，你今天会咬你哦！你今天会咬你啊！是小白来。好玩哦！哎，我没有看过那么。我们是好朋友。小五岁。哎，一点小五岁。哎，二姐，你好。哎，买面包吃啊。漂亮。你要吃。不用吃。你好。他不想吃面包，他想吃你们两个啊。你不要包成那样。我跟你不一样 ，OK？ 我不是那样。只想男人而已。我不是那样男人。请问来这边玩还是住在这边？来这边玩。哎呦，来这边玩哦。哦。那所以现在你玩完了吗？差不多了。买完东西要回去了。你的家离这边远不远啊？有距离，又不是太远。啊，是要往前还是往后？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往下。往前往下。往下。往下，这个每个人的那个观念不一样哎哦。他往前，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他要继续南下，因为他要往前往下这样。哦，那应该就对了，那应该对了，那应该对了哈。那我们就问了，问哦，请问你要去哪里？丰原，丰原哪里？在台中的附近呢。丰原位于大甲东南方30公里处，罗志祥和宇文再度向前迈进一步了。40分钟之后，罗志祥和宇文来到了丰原火车站喽。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丰原。开车技术有待加强，好吧？这个我很害怕。好，就加哎，小猪。我们已经出来3天了，好脏哦！你看我们都没有换衣服，每天穿一样的，脏兮兮。换内裤就好了。不是换内裤，我没换内衣，我只带件内衣啊。嗯，内衣你超滑什么的，不行。不会啊，反正那么小，穿什么内衣还不都一样红红的。你看，终于承认了啊！好的，强哥，你介意你女朋友胸部很小吗？你介意吗？你们好。怎么笑那么开心？你们要出去玩了吗？啊，去很远的地方玩吗？不远啊。要去很近。好，真的好啊。还有，谢谢你们，讲得真好。入夜时分的丰原车站，恐怕很难碰到出远门的人了。眼看一天又快过去喽，何宇文一时自暴自弃了起来。
小叔，这里有个大饭店，好棒，看起来很高级。对啊，很高级啊。哎，那不如，哎，时间9点多了，直接睡觉了。哦，我没洗澡，好脏啊。9点多，你可能在11点的时候，可能会问到一个要去鹅銮鼻。啊，不可能，哪有人那么晚去鹅銮鼻？怎么不可能？人好住那边啊。我不要。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垦丁的时候，有人说要回鹅銮鼻，你看，是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哦，对。对，所以要注意啊，好不好？可能在3个小时之内，我们可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丰原到鹅銮鼻3个小时。啊，不要了！啊，我不想，我们就直接在那边睡。干嘛啦？我们直接在那边睡一下，你想再去？睡什么啦？我好脏哦，我内衣没有换，内衣好脏脏。内衣没有换，你刚刚打开。那我内裤没有换，我这样脱下来。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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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神经病呢你！我就不要去。哎，我就不要去。卖去卖去，反正我在搞。我住这个旅店，我要住大酒店。自己去住啊，反正钱在我身上。去。管你的。哎，你太过分哦！我耍脾气哦，只有你会耍脾气啊！哎，我也会啊，我不录了。再见。这样位置还可以多一个。再见。啊，小猪不要。干嘛啦？不要，让今天就休息了啦，好不好？好了，今天当天就结束了啦。现在9点，宇文呐。哎呦，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前面，我们路还很长哎，看到没有？前面很长，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原主席。谁不累？大家都累，对不对？不能因为你累就睡这个饭店。我们没有这些经费啊，宇文呐。啊，你会讲，我不走了啦。我们是像那轮拉拉扯扯，像成何体统啊？我不管了。哎，啊，你干嘛？文，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放弃 ，OK？爸爸，我受不了了，我一定要放弃了。如果没有一掌打醒你的话，我就不叫罗志祥啊！呀！小到大，从来没有打过我。我不是打你，我还踹你啊！我来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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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扑你！你来点，你来点，你来点，你来。连日来的辛苦奔波已经让两位主持人得了重度的精神分裂加妄想症喽。不放弃，不放弃，我有辣妹了哟。哎，辣妹，啊，对不起，看错了。哎呦，小哥没有礼貌。哎，辣妹，对不起，我去家前面演去。你这没有的东西，你有礼貌。哎，小姐，不好意思，我已经戴着眼镜了啊、哦，我应该称你叫小姐才对。好，不好意思，刚看错了啊、哦。你果然你很美，你不虽然你不是辣妹型，但是你很清纯可爱。你现在要搭火车啊？好，那你要出去玩吗？回家。回家来供呢？对，上下上下。是往要往。这个啊，这个，对，我看这个小姐慈眉善目的，长得有点像妈祖哎。哎呦，对啊，这个妈祖可能是下凡当人呢、啊，来帮助我们、啊。妈祖显灵，那还话多说干嘛呢？对，这个节目好了，废话就不要多说了。答对了，就直接问嘛。请问你要去哪里？中立。中立。早知道去睡饭店不就没事了吗？中立位于台湾北部的桃园县呐、啊。罗志祥和宇文一整天的努力又报销啦。妈祖啊，你在哪里啊？你到底有没有保佑到我？妈祖就在里面
钱。你不是妈祖，你带我去中坜妈祖啊！我希望你赶快显显灵啊，带我赶快去鹅銮鼻啊！妈祖啊，阿妈祖啊，阿妈祖啊，阿妈祖！哦，走了啦！我不要，我要在此长跪不起。好，那你知道？那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要知道妈祖，我要三跪，好痛哦！我还是站起来走。可怜到家的罗志祥和宇文就这样被送去桃园中坜了。比赛发展至今，相信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有一丝一毫获胜的机会呀。我们还是来关心，抵达距离鹅銮鼻只有34公里的屏东丰港的欧汉生跟贾静雯吧。我们要两个都去交换家了。好，拜拜。哦哦，对哦。丰港。天哪！丰港，再下去就是，再下去就是恒春，再就是垦丁了。天哪！你真的太照顾我了，让我如愿以偿，让我可以这么快就到达鹅銮鼻。静雯，你怎么了？静雯，别哭。你不觉得来到东港有一种特别令人惆怅、令人想哭的气息吗？难道欧弟？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欧弟，我感觉到了。你怎样啊？我好难过。你为什么变这样？因为我天哪！欧弟还冒雨冒汗，你是怎样啊？我天哪！有什么累啊？好难过。对呀、啊，难过死。为什么？告诉你好不好？为什么？为什么？啊！哦，买洋葱 ！Oh my god！ 原来是洋葱。哦，哦，怪不得让我有一点哀伤感。因为你的惆怅感，好不好？就是洋葱。好了，这就是丰港的最著名出洋葱的地方了哦。好难过。不过洋葱真的很好吃，闻起来很恐怖。哦，那怎么办呢？你刚刚看到牌子说什么？横村怎样？横村啊，28公里。哎，那很快嘞。对啊。好，那我们到对面哦。那边有飙车组，我们去取缔他们，走。哎，这边有飙车组啊，对。对。哇！哇！哇！洋葱！你们要洋葱，我不要哭，我要走别的地方。哇！又是洋葱！你们拿那么多洋葱哦？哎，不要走，哎，抱着走。哎，你们抱着走，抱着走。那你们摸车？好，等一下。来到了丰港，离成功已经不远了。两位主持人谨慎小心地探寻可疑人物，绝不会因为夜色已深而有丝毫的松懈随便。啊！这里，这里。这里。哦。你想，你别看到你这个样子，有可能要去。哎。昨天我们居然上电视，为大别墅。嗯，也不一定哦。要不要问一下？要问一下吗？你们要辞走吗？你们要回家吗？那你们请问一下，那个老板是做什么？可以说吗？饭店。饭店，呜呼，饭店，放心啊。哎，那跟肯定有关吗？快点啊！那就公布地址啊。啊？哎，如果可以的话，那是最好的。那么久哦。如果可以的话，那是很好啊。那你们要去小木屋吗？真的假的？哎哎哎！不是，他老板还没同意啊。对哦，而且我们可不可以在旁边当司机帮他开车门？我跟你讲，我们两个用不用啊？我坐前座，老板坐你旁边，他一定开心了。当哎，你好。喂，不是这样子哦。老板是林啊？林，专木林吗？木子李，李老板啊，人好不好？李当哎，李当哎，来，我们现在先站好不好？好，我们要等他快进公司。对。
等一下，他去干嘛？他不是去 Seven Eleven？ 没有啊，他不是有在卡车板凳上吗？对对，我们到了要是哦，好恐怖哦！李总，李总你好，我们帮你开车门。哎，那个李总不好意思哦，我们刚听说你是那个有没有肯定有那个经营饭店的哦？饭店的是不是？是哪一间可以跟我们说？小肯定度假中心。小肯定度假中心，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没想到在这样的夜晚，他们竟然还能够杀进肯丁啊！小肯丁度假村位于屏东县满洲乡，距离鹅銮鼻灯塔仅仅只剩13公里而已喽。好感动啊！李董是喜欢男生坐后面的，女生坐后面的。我坐前面，让你们两个坐。没有，不敢，不敢，不敢坐后面。等一下，我们还没问人家嘞。嗯，你要去哪里？我要回度假村去。对啊，干嘛害羞啊？你看，李董对我们这么有情有义，你看，没有李董的事情哦。你看，第一档耶，快来啦！坐在李董的豪华大轿车里面，欧汉生、贾静雯出发前去充满胜利希望的小肯丁度假村去喽。少年兵团要去哪里？高潮时刻震撼降临。双方人马经过4天的辛苦缠斗，胜负输赢即将揭晓。到底欧汉生、贾静雯能不能一鼓作气赢得胜利？而罗志祥、何玉文会不会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不可思议的结局，难以抵挡的好看，超模。